我们要做菜头粿。今麦来下菜头粿。我妈安尼下对不对？你烤烤下就好啊。安尼烤烤的，安尼下菜头粿。啊，你今仔菜头买偌济？买五条啊。买五条。菜头迄种水的，一斤拢二三十块咧。是哦。我想讲要做菜头粿，我先买起来，来用这一条才十块银啦。嗯。可以啊，我看到我去给你。
先来吃啊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对啊，你这小块我定趴了。我想要吃高，我怎么一直在吃汤豆看多啊？所以你也是爱养的。我几条都不会呢。我几条就是安尼啊，就几块。哎呀，啊，真好吃。对啊，就当的。只是我觉得奇怪，怎么越削越觉得这个好奇怪，就好多水晶体哦。我要先炒过，那我帮你开火，哦。好，要先炒过，我妈说的，传统古早的做法。香气啊，有菜头的香气。你要加我的海盐吗？不用啊。不用。加一点，等下再加一点盐巴，加一点胡椒粉。好，因为我们家吃素的，所以就是这样的做法，最传统的、最天然的，没有加什么肉啊。虾米啊，我们不那港式的才有这样做。对，我们是传统的台湾萝卜糕，你也知道港式哦，呵呵，因为你以前吃的都是这种的。就按那滚滚的翻一翻。就是要给它软紧软啊，不要放太多水，试着看看，因为以前都照着那个在做，都好几次都水太多的失败。嗯，它其实自己会有水出来，水蒸气出来。不是水蒸气啦，萝卜里面就有水。对啊，对啊，有水啊，还是水啊。你有没有看到那有水？有没有？有啊，这里都有水。你不会烫？我还未烧来烫。不要睡了，你这些菜汤啊，锅底炒的就水水，安奶放到今晚的三明治，三明治煎饼要用上沙子，不要紧，在你家，这
看他卖，看他给。就看那个人，他老婆是。拿这个门来扣吧，大哥。可以啊。拿这个门这样扣吧。一三啊。上下一层。真的很大。哎，佛堂的炒菜锅也是这种吗？是这种，这种的比较不好了。佛堂那个比较大，比较好。比较硬了，这个太软了。这个一加热下去，这个锅子就会变了，会软软的。因为佛堂那个好大，那个感觉很硬，人家中爆炸就没了。我先弄一个看看，一包看看。好啊，要帮你拿吗？不用哈，这一个要拿磅秤给你称吗？不用，我有磅秤哦，在房间。我记得是600克吧。不啦。那个金发社会的，对呀、啊，用社会吗？安尼吗？我想，安尼在吼。我想用一分，等下我卡起摕过来调节。要不要我给你另外一个搅拌器？不用，我用这个酱炒哦。这个要再一点点水，因为这个太干了。断酱比较刚刚好哈、哦。没有半碗下去，好像有点太稀。太稀哦。那你就再加一点萝卜糕就准备。所以你看，有时候啊，这样子就不一定那个，对不对？因为等下还有那个要进来了。是啊，好了，上去。你先放着。我这阵粉买很多，你可以进来。你现在来，你才两包而已，哪有很多？我明天再去买。问题是现在在做，你明天去买。其实那要交那冰柜，就是爱穿这样子啦。年糕。就只要穿这样，你就使出。哦，安尼我明仔载来做。啊，你若要穿。我想要甲伊做看，无外口足贵，一盒百九，百六足贵，分一包才几十块尔，对不对？其实我们自己买米回来也可以自己做，可是要有那个调理机啊。现在有专门在磨那个粉的调理机，这样可以的，滚了，熟了。
你这样 OK 吗？你要小心一点才是真的。不会了，我不怕烫。我妈现在要把它卡起来，然后倒在那个再来米粉这边。这边再另外一包。人家做那个麻糍也是用再来米粉吗？麻糍要用糯米。麻糍要用糯米哦。那你把它关掉，那等于就可以了。啊，你拿那个盐巴给我来。还有盐吗？哎，还有胡椒粉。哦、可是我的海盐不够哦，你放那么远，我怎么拿得到？放我自己用这个。啊、哦，你那里放那么远，我不会，我只能帮你拿到胡椒粉。你海盐放那么远，放一点海盐。嗯，对。现在在调味了。放那几块钱的耳塞里吧，你呢？就成功的哈。嗯，所以那水，所以水那几大家这水唔免一盖就用遐济。嗯。我觉得胡椒粉应该再放多一点，上次胡椒粉没有很有味。胡椒粉再放一次。可是我看到有放盐巴的，那个盐巴不止不止有没有我吃饭的煮菜的盐巴呢？那这样可以，我不按重口味，你就配合我一下嘛。我就很重口味啊。这样子呢，等一下就倒到一个模型，然后就开始吹了，对不对？啊，够掉几包啊？啊，够几包糖又掉了。啊，你那个龟浆呢？那个纸，我要找布啊！等一下，我找布，我看我这个布。要我帮你拿吗？可以啊，你拿。我帮我妈搅一搅。这边也还有萝卜糕粉啊。有啊，我萝卜糕粉买两包啊，那时候。等一下，我找我的那个布。这样子。你放在那个哥哥那个冰箱的，你那时候拿起来，你说你放在那个盒子里面啊，你还有没有印象？我帮他搅一搅，这样子。嗯，这次会成功。我觉得这次的会成功，因为上次我们用太稀了，这次这样刚刚好。你觉不觉得？成功的菜头粿，开心哦！这次一定会很好吃哦，手好酸哦，这样减肥。诶。三四，你找到规矩了吗？四五六七八九十，太大，不是的，剪一下，太大，这里不够宽了，所以可能要撕开来哈、去楼上给它车起来，哦。这样的宽度下去是可以，但是长度可以，但是宽不够。你来慢慢拿回来去用一下哈。嗯。还是我找看下。我妈现在要开始倒，特异功能，把萝卜倒下去。可以。我们等吹起来再看成果吧，就这样咯，拜拜。